这是布鲁斯，今天是练单车星期天短期日。今天骑的路线是松山、南港、汐止，然后到八堵、万里，在万里走北二八上崩溃嘴。这是一个中长距离的骑程，没有骑过果然还是要尝试看看。现在要去练单车集合，倒数三秒后立刻加速。抵达练单车了，现在还早，没什么人到这里。目前就差不多这些人了，也许待会半路会再杀出一些人也说不定。时间到了，出发啦！强哥在台北桥板桥端这边等汇合。我们抵达大道城了，歪歪哥在这边跟我们汇合，我们在这边拍合照。接下来要出发去万里了。我们骑了很长的路，到了南港了，就在这边吃个早餐吧。吃完早餐也忘记拍照，看我吃了什么。没人想知道你都吃了些什么。继续往下个点骑吧。这个时候从福哥的车上掉了什么东西？原来是手把灯。这里是万里的狮子公园，为什么叫狮子公园？不知道，就在这里休息拍照。这就是狮子公园的样貌。今天歪歪哥带朋友来骑车，
家一起拍合照吧。有没有发现人变多了？在大道城遇到要骑巴拉卡的车员，结果就变成跟我们骑了。走吧，继续往前骑。上空飘着的是滑翔伞。在要开始骑北二八上风柜之前，先在 7-Eleven 吃点东西补给一下。感谢多多请好吃的蛋糕。休息完了，接下来要开始骑北二八了。准备要进入山路了。北多多超前了。福哥从我旁边骑过，顺便提点了我一下，说我太出力在把手上，所以画面才会晃得很厉害。原来如此，当我只是扶着把手时，我发现连踩踏也变轻松了。难道是因为之前把重心都压到轮前轮上了吗？本来觉得难骑的北二八都变好骑了。那是因为你还没骑到更难骑的地方。
接下来开始重头戏的部分，A28的最后三公里比较陡的部分。终于骑到峰回嘴了，后面意外骑到快抽筋，就放慢速度慢慢骑。好久不见的峰回嘴。大伙们都骑完了，来拍个合照。接下来要下山去吃午餐了。
在枫林桥这边拍个照，骑低手的先拍一张，再来一张大合照，然后大家就各自散开了。午餐就来碗卤肉饭加蛋，还有烫青菜了。吃完午餐的回新庄去了。接下来在泸州遇到吃好料的五人，影片再次告一段落。谢谢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按赞、按订阅、按铃铛。